国立为总统这会数人含咱的副总统赖清德是出席了这剪彩仪式，要杀这国立的观光，强调讲因遐真安全。啊，不过伊访问台湾这段时间，有哪看到中国规矩真接交了着台湾，伊认为区域应该爱维持和平甲稳定。啊，副总统赖清德有哪感谢这国立含台湾徛伫港这顶上。陈启东、德鲁总统惠素琴、副总统赖清德出席加菜仪式。惠素琴出席，力推德鲁观光，强调德鲁零确诊绝对用安心旅游，只是对来访期间强基一直交代。伊也对中国安尼行为表达遗憾。The planes flying over, you know, we're a peaceful country. We like peace, and we should promote peace. And it's unfortunate that that is happening. But I would.Encourage that we should always promote peace and prosperity in our region. 比如总统前一晚在国际记者会顶端，一边用拳头来逼太太爱的，比如中美关系。副总统赖清德是肯定比如拒绝中国威胁，甲台湾徛做伙。台湾有民主价值，甲中国比起来，肯定是真爱。那显然，台湾跟伯琉之间的感情是真爱了。那我们非常肯定哈。我们也非常钦佩，伯琉的勇敢，站在世界的价值这一端。那未来呢，我们都应该要共同去追求民主的价值，也共同追求和平。赖清德佫讲到，希望了后有机会到伯琉旅游，启动机设，美国驻伯琉大使尼约翰也出席。伯琉总统佫公开感谢美国驻伯琉大使的协助，无伊代表旅游无法度成功。美国、伯琉甲台湾拢伫同一个阵线。记者综合报道。